好的，现在我们打到第二场哦，他们决定再给我们打一次。这次我想要玩玩看这个 Kensei。哎呀，开刀哥，哎呀，罗哥他好像还是可以制定一些东西啦，只是这体验版看不到东西。跟我，他是一样进这个教学。教学不是要拍吗？就你们喜欢蓝色的。哎呀，反正不同角色看一下。你们是玩家很好。好的，这就是 Kensei， 应该不会有什么差异啦。我会觉得这个很好笑啊，然后耍任性的小孩啊，尽情的蹂躏。我有时候会看不到敌人的那个，有时候看不到敌人的那个架势，不然就他根本没摆架势这样。反正你同架势可以打开，看三角。开无双砍，而如果旁边有敌将的话就麻烦。看一下我们现在这好像过一次砍多只的样子。足够士兵，好、哦、逼点站起来了，好可惜啊！我比较想学的是怎么一次打两只，遇到两只的人。我现在看你发什么？哎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そしてどうぞ。ハッキングは、そう、皆さん、人間にも使えるんですよ。よ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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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破防驾驶。大概是这样。现在。快速按两下正方形，这个重点。你是打两只很靠背啊？你要把我逼到谁家去了？Revenge 好像是，Revenge 好像是一瞬之间的战力提升吧。我打完然后攻击。这是干嘛用？我今天是非常认真，所有人。
哎、欸，哇，谁跳下去了？跳楼、啊？他的家。太小了。应该跟 DC 吧。好，现在就是自由练习。自由去围殴比较重要。他有时候身体会发光，那个不知道是干嘛的。而且这游戏有 TK， 我真的觉得超好玩，可以砍技的。练习模式，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啊？跳楼看看啊，还不让我跳？倒数了，好，他倒数了。我们看几个。是不是围殴人家这个游戏吗？围殴就对了，我最找到这游戏的精髓了。为什么？开始了，他们说，他们对方说二连胜哦。想点到二连胜啊，不然嘞。我是蓝队，还有什么花都呢？我是二号，我是一。地图，小蛇地图很小，很容易就可以打架。这游戏的目标什么？先拿下一千分。先拿下一千分的，可以尝试杀掉所有敌军。啊，如果所有敌军被打倒就结束了。抢点抢点！就算死了，不管怎么战死。好的，好的。也只能代替敌军。杀死那边徐硕的人。不快，要先劈他，先劈他。你为什么要代替敌军？哇！啊，打了打了，算了。他对面一个 快速连击被处刑了，好猛啊！不知道这快速连击怎么做出来的？哎，有种一对一单挑！看这快速连击很来劲啊！有种一对一，你们的力量，我们在这里。我们目前瓦也是只有两个点，他们一开始有一个人去站不一样的点。我们今天去站 C 点好了。啊！B 点也掉了。让他们先去站其他点，我们先去站 A， 就可以把 A 点站起来。那救个人先。A 点有人在发呆，谁在发呆？过来救我！我刚醒，我刚醒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A 点这个人太强了。啊！这倒了一个。你是谁？先逃，小 B 要打，这游戏不打小 B 也蛮靠边的。何必动刀动枪？不要不要，有事好说，有事好说。你到底要说什么？哎，你这一定有
我刚刚我可以处刑诶，刚没按到处刑，很腿。哇，他这个他的闪电攻击到底怎么按的？好屌！没有办法看清那个闪电动作，而且他们现在就站了一个点之后，我们就准备在这边打。我要去迂回了。好，我们先去 C 点嘛，因为 A 点那个。我看跟着这群菜兵用处不大，我就抢 A 点。啊，我赢不了他。我刚刚那个闪电攻势一定要学一下。我赢不了他，我赢不了，我赢不了。哦，这边有人了，换点。啊 ，B 点被割下来了。不断的换点。他的游戏就是说，哇，这菜兵要一大堆，怎么打？所以必须要派人去防守，而且还要防守。然后那个人太强了。我靠，你脑子！我想说那个 A 点有人就算了。就 A 点那个直接被劈死，旁边还一直叫，怎么玩呢？机会啊，给点机会、啊。嗯，不行啊，又是实力差距，玩的好难过、哦。右手单挑，单挑，不要一对一。给点机会啊！啊，我把那个人杀掉，耶！我杀掉两个人。B 点，哦 ，B 点就挡下来了。啊，我有 B 点，右手单挑 ，B 点 ，B 点 ，B 点。你会反盾，我也会反盾。我先砍点菜兵。B 点有机会 ，B 点有机会 ，B 点有机会 ，B 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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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把 B 点站下来，把 B 点站回来。哎，我看到机会了，对啊啊！为什么你不能站？我们把 B 点站回来，没有，我觉得没什么用。说好一对一的，说好一对一的，这边有人。等一下，说好的，说好的，说好的有一。哎，给点机会啊！你到底要说什么？哎哎，这个真是有夸张哎。说好一对一。啊，没体力，还没体力。我们要先去救那个一号，我去救一号。一号，我来救你了。啊，嘎！一号死了。嗯，是不是这游戏维欧比较强？哦，这画面好好笑哎。不要管我车。这游戏的维欧比较强哎。我看一下，我们现在站两个点了，还有点机会。我真的我继续守兵，我继续守兵。哦，这是前往 C 点看看。对面太强了吧？不行，哦，这个 C 点不好去哎、欸。啊，前往 C 点 ，B 点要掉了。我小兵真的很靠边。对呀、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对面是要这边是要不是啊？是不是啊 ？B 点掉了。哇，他连闪电都没有。他们破一千了啦！我们要帮他破一千，已经破了。哇，那闪电攻到底怎么打、啊？为什么他们会学到这一招？哎、欸，还有两个技能是不是？我好像没有。哎呦呦，我有两个技能，我要学一下这个怎么用。上。哦，有，我有，我有烟雾弹。好，现在对面已经一千分了。如果我们没有人被他，就是我们有挡下来的话就可以。可是我如果被杀光，我们就死了。太强了！死掉了，不能复活了。这就是狠心。我已经打出人性，我们整个被对面屌虐两场哎、欸。对不起，玩家老总。哇，又被逼死了，的逼的。看他们学到一个那快速攻击的招式，那个都打死，而且我旁边叫，到底要怎么打嘞？我们是输两场了，完全被压压着干。看一下，我要输了。听 Tom's， 谢谢大家，就是没搞。如果我们要强一点队友的话，或许还有点机会吧。啊，就是我们荣耀战魂，我觉得维欧真的是比较强，强太多了。哎、欸，他们有一招特别技能，我看不太懂，可能是那个吧 ，L1 的 Quick Chat。哦，不对不对 ，Quick Chat 是那个快速聊天。
看不太出来，有一招特别技能，学会的话或许可以扭转战局。好的，提到这边。